新闻深深红红。几秒钟的时间，原先的路面变成深坑，上方两栋民宅的一楼部分悬空，土块不断往下掉。民众拍下这段恐怖画面，而为了避免危险，当地紧急撤离上千名住户。事实上，意外发生早有迹象。连同泥土瞬间掉落成80平方公尺、深达3米的大坑，机车骑士惊险逃过一劫，但路边一辆车直接被吞没。看到前面，我亲眼看到一部车慢慢沉下去了，那几分钟那水就扒上来了，只是扒到这些落叶了。幸好当时车内没人，才没有造成伤亡。没想到隔天却有更大面积的坍塌发生。在这个现场呢，正在挖这个隧道的阳拱作业，有一个凸水凸泥的这个现象，啊，我们及时进行封堵，是吧？及时呢，就是说叫这个隧道里面的这个所有作业人员，组织呢有序的撤离。这时候呢，这个地表这块这个出现了一个这个沉降吧。根据了解，地塌原因主要是因为暴雨影响，地下水位暴涨，再加上路段地质差，水土流失严重，才会酿成严重塌陷。所幸无人伤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